撕裂我吧。我觉得我的声音在里面好大哦，发生什么事？是郑杰任吗？撕裂我难堪的过去，撕裂我吧，撕裂我难堪的现在。他们说我没有过去，我的过去已沉默，沉默像一艘搁浅浅的船，所以我去海边看自己，所以我被海洋给封锁，所以我在家里看夕阳，所以我被夕阳给包围。请问屋檐上还有风雨吗？请问风雨中还有吗？请问旗帜上还有风采吗？请问风采中还有我在吗？撕裂我吧，撕裂我不安的身，再问你，如果你不叫熄我，我就像一把火烧尽你。撕裂我吧，撕裂我难堪的过去，撕裂我再问你，如果你不叫熄我，我就像一把火烧尽你，撕裂我吧。这是今天村长他下午来的时候说唱这首歌，所以我们虽然他不在，就觉得这个台风啊，就很，我从小到大经历无数个台风，但是这个最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就有一种，我觉得中桥写这个词，哦，哎，是，应该叫他来欢迎光临一下。对啊，
好啦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都很平安。耶、yeah. 我去年还很喜欢唱一首歌，可是我也不是很会弹，那他们也不知道我要唱什么，我们就等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是恒转不回来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
是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刚刚铁花村的一嫂说，刚刚我们第一段的表演就只差一个牧师来帮我们祷告了，很疗愈。这样，你想要祷告了吗？你又不会。每一天总要和很多的人擦肩。什么？谁和谁都不太有关联。谁会去在意谁？训练迷失了最初的心愿，复杂的方位占据了人和人之间，看人单纯一点，误解再少一点，会不会更自由一点，更轻松一点，我想要幸福一点，我想要自由一点，心情好一点，孩子听话一点，天气凉一点，自由一点，幸福一点，想安心一点。每一天总要说着浓烈的苦涩滋味，谁会去在意谁？这孤单的复杂的方位迷失了最初的心愿，复杂的方位占据了人和人之间，看人单纯一点，误解再少一点，会不会更轻松一点，更自由一点，我想要幸福一点，我想要自由一点，心情好一点，想安心。
家出门在外小心平安一点。哒啦吧，这首我真的会唱哦。清早上学去走路的的的的的的，好了，我忘了。小调的，我唱小调吗？去，你是没有啦 ，C major seven 呢？怎么 A major seven 呢？清早上学去走路中，哒哒哒哒哒。可能是你走路靠右边。路上别有行，平安斑马线最安全，穿过马路最危险。红灯一亮我就停，就停。我就知道是阿达。绿灯一亮我就行，噔噔噔，快快快回家去，回家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不知不觉默默的就被洗脑了。那我问大家，你们知不知道走路靠右边是危险的？是齁，应该要靠左边，因为你才会看到车子会不会撞着，会不会撞到你。如果靠右边，车子在台湾是从你背后开过去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是谁点的？有吗？他又没有出来，请问大家有没有想听什么歌？我们来唱。没有。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哦。怎么会接到刚刚那一首？每一天你眉头开了，所以我笑了，你眼睛红。晓得，既然说你快乐，于是我快乐。玫瑰都开了，我还想怎么了，求之不得，求不得。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得。我来重蹈你覆辙，所以
想怎么了，求之不得，求不得，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得，喜怒和哀乐，由我来重蹈你覆辙。喝一下水，敬大家。一惊，两只，四只脚，八只脚。你是我的心肝，一件两只四只脚八只脚，早晚有你做伴。一件两只四只脚八只脚，你是我的心肝。一件两只四只脚八只脚，早晚有你做伴。一件是无惊，无惊定小话，小话冬天才袂寒。一件是无惊，无小话，小话，感情才袂散。四只脚，八只脚，你是我的心肝。一件两只四只脚，八只脚，早晚有你做伴。一件两只四只脚。八只脚，你是我的心肝。一件两只四只脚，八只脚。
这个台语啊，我们整个制作团队已经做了4年，但是这4年都没有做事。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年底可以把它做完。你这个我是认真的啦。是啊，是。我想说每个礼拜我们来工作一次，这样赶快把它做完，因为真的很好听。这台语真的太深了，我不骗你，听就很古时候的语言的感觉，所以。我们那么年轻，还是等我们老一点再来碰。没有啊，其实刚刚我唱这个这么简单哦，一直碰又就老了，那时候处理起来就刚好。哎呀，冷了，天冷了，吊球桃。刚这个歌是有人脸的牛，就是惊，一件事两件事，有人，然后有牛。你们懂不懂啦？惊啦！哦，我懂，我就不信。人跟那个牛就是一个剑，一惊能惊是那个意思，这样。然后这个是以前农村古早时候农村的一个传说故事，说只要惊出现的时候，一定会是妈妈带着小孩，但是农夫看到他们就把他们打死，因为就会有灾难。可是问题是打死了以后。还是会有灾难、哦、那我问那个好朋友柯志豪写的，柯志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歌，这样他说就是说不要打死那个说真话的，他的意思是这样，但是听起来好像很难连，就是创作者都永远有他们的秘密，很难懂的。我们花了4年也没有完全懂。可是其实我唱的时候我听起来，因为我也有小孩啊，就是很就是妈妈小孩很单纯的，也没那么复杂。好，下一题是跟死亡有关的。柯志豪很有趣，他写的题材都很特别，很劲爆，对。叫做吊球桃。啊，你敢听有？有吼。我其实下面吊球桃，我比较怀疑是陆客，你知道吗？犀鸟吊球桃。犀鸟，嗯。啊，犀狗嘞？你看，果然是住台湾的。来卧底，不是，啊，你多好，多好。那他写这个歌是在讲。他个人对死亡的观点，因为这个在我们的社会其实很少谈，亚洲几乎都是这样，很少谈死亡。但是他认为每个人每天都在经验很多事情的结束，不管是换男朋友、换女朋友啦、换工作啦、跟妈妈吵架啦，有很多很多事情的结束会再开始。他想讲这个，这样，他举了很多例子，用不一样的观点，比如说。犀鸟吊球桃啊，渡破长流的时候，他说他是最美的，像那个豆吊，就是扶桑花这样开满这样，他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很美的，他觉得自己很香，死掉的时候很香，因为虫都可以来吃它。哎、欸，我很听，我的奇怪、啊，这是一个很怪的。他反过来讲的意思，大家都觉得臭，但是我要是自己觉得自己很香呢，可以这样吗？
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观点，还是听不懂啦。好，听歌。你为什么要管懂不懂啊？你干嘛那么介意这件事啊？不懂有什么关系？威龙，我推荐你这首一定要弹电吉他。没听过没关系，你就一直乱爬，格子乱爬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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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弹越乱，然后碎碎的，这样越好听。看你可以爬多快。你尽量去追他，这样。他说我没听过，没关系啦。
吊球桃。不要，我们唱一首歌好吗？嗯，你可以说不要。好啊，耶、yeah! ！拜托。大家都跑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打鼓吗？你们、欸、他要帮你打鼓呢。欸、真的、哦。给大家介绍，他是张威龙。其实，哦，不是这样比较有格调啊。对。他的本名我其实念不出来，一定要他自己来念哦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威龙，我的名字母语名字叫初嘴，念得出来吗？初嘴，对，不是，出不喜欢，他不喜欢你的吉他。一首歌叫《原点》，它是母语排湾族母语写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原点》。那原点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忘记自己，原来最简单、最单纯的自己在哪里。
谢谢。很有感情呢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差不多要唱最后一首歌了。但是我想要教大家来唱一个阿美族都兰部落古老的调子，好吗？我是领唱，大家是打唱。好、哦、啊，你们只有一句哦。哦，我唱别的，你们还是要唱这一句，不要跟我走，可以吗？哦，哎呀，咿呀哦。哦，哎呀，咿呀吼，哎呀！你很坚持你自己做自己呢，吼！哦，哎呀，咿呀吼，哎呀！哦，哎呀，咿呀吼。Yeah, 好，那我现在加领唱咯齁。哦哎呀咿呀哦哎呀。好哎呀咿呀哦哎呀。好哎呀哦咿唱飞鹤家园，成一片天，我们要成一个希望给孩子们。好啊呀咿呀哦
给孩子们，给孩子们飞和家。谢谢。请大家喊 uncle 嘛。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在台湾，都听指令行动的，发射。小孩点的，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？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？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？这个世界是你所想象的吗？所有的改变你都能承受了吗？你会不会也常常觉得害怕？你会不会也常常想不出办法？为何总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？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？为何总分不清该简单还是复杂？会在心里不停的起变化？你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？为自己想一想。你决定要轻易妥协了吗？是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吗？你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吗？你无法让自己更有勇气吗？为何总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？你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？为何总简单还是复杂，会在心底不停的起变化？你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？为何总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？你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？为何总在心底不停的起变化？你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？为自己想一想，想一想，
东想想想一想，想一想。谢谢大家。铁花村加油，台东加油。Yeah. Uncle 完了啦。